有多么昏荒谬之凶，红极魂令人一瞧，所在极魂之村。哦，孙，孙，哼，红极魂降妖伏鬼，鬼神形变，啊啊，无理还要啊！此时青叶夺魂，那叶降魂，如梦红三郎天仙成仙，这阵红极魂一目不会。天辛苦，我见中恨。红旗魂来了，好，是神召唤，盖世之名将，有贵宾。相迎，双拳魔鬼之交，只见红旗魂向暗面将，一剑送出这个贵宾。无影，没哭泣。就在此时，天我回来一将一将，左转降下之路。等你真久了，松天文虎令，得乾坤清浊之气，清风点神蝶，九流千代之机。想未到第一次进门，就是中原最顶尖的剑侠。红极魂。今天就是你的物质，动手！红极魂惊人动招，无奈抵抗一剑，相迎一手，千金魂之力，正是救援灵火。无疑正上。一剑上，五六剑，红旗魂，一剑，四尊金钟，这是，此地有金木村，您躲不了。丁魂再闻天幕怒号，英雄欢攻击村，重命即为金锤无形击打，劈开神罗。英雄脑洞，不懂侠之人也总有高手。看来我加入的不是时候。所以呢？让我带你入来一间祖上天魔剑。哎呦，这处凶猛人员真多，
你的亲王吴宏有你加入，就像千军万马。哈，带路吧。